Hello， 大家好，翻到嚟 Pokemon 嘅信长之野望啊，咁啊继续剧情啊，上次咧讲到打完呢个格斗嘅城，同埋呢一个红系嘅城啊，之后咧我哋争最后一个就系雷系嘅城啦。紫电系一个经常打雷嘅国家，然之后咧都系大多数系电系嘅，用水啊同埋飞人系咧应战会有遇到唔少嘅麻烦。如果有地面系咧最好不过啦，草系咧都对呢个电系咧有较强嘅抵抗力嘅。点睇啊？你都唔系我哋连结嘅对手喎、啊。中茂喎，蜡花中茂有咩唔啱啊？真系幼稚啊！纸上谈兵嘅家伙讲嘅就系你啦。好啦，头先我讲嘅说话咧，就等你咧喺战场好好体会。系啦，咁啊呢一度咧系一个电嘅场地啦，因为我冇电熟，所以基本上咧就食唔到嗰啲嘅真液啦，系嘛？我哋一族咧系喺乱世当中咧久负盛名啊，使用传说中嘅精灵嘅一族喺我哋创造嘅呢个战场上啊，冇可以俾你安息嘅地方。啖串嘴靚仔，好嚟。咁啊，火系可以照上啦，因为冇所谓嘅。我哋只要避咗佢只水系就得啦，因为佢有两只水系，好似我冇记错。好嚟，加士气啊！哇，有电嘅，边度放啲电落嚟噶？我会踩个掣之后落啲电落嚟啊！好，咁呢一只咧，我哋可以用佢打。好似唔系话好难打啫嘛，老友27啊，都未死，唔紧要。只水系咧喺左边，我一只水系啫，咁好啲啊，仲好。我哋波波球，可唔可以打到佢啊？可以喎，打系两下有冇动？我哋依部开个加速啦，我哋开加速之后可以打佢呢一只嘅雷电叫咩小猫怪，我谂谂先。其实呢度开都唔系咁好喎，呢、這个加速，不是但啦，开咗就算啦。37可以打埋佢嘅，都可以，可以打埋。OK， 小猫怪，哎，呢、這个原来系将军嚟啊！我都竟然击退咗咧，击退咗佢啊！被单方面蹂躏咧，我唔中意啊！等我咧礼尚往来啦。原来佢系嗰个咩嚟嘅，首领嚟。活跃气氛，回血，电加工，水枪 ，OK， 好渣啊啲伤害，出嚟啦，37，哎呀，争啲撞死，好在可以过嚟呢度喷埋一下，喷埋一下，好，到此为止啦，跟住就争两只，系咪两只？我哋跳回嚟呢度，之后边打佢，哇！一边死咗只马骝，非常之简单啊！呢度啊，一嘢撞死仲要，依次行动，哎，搞掂埋，非常之简单吓、啊，战力上嘅压制就系咁简单啦，各位，唔错嘅合战啦，紫电咧由你处置，有咩好咩？冇所谓，我哋咧都进行咗一场咧不辱我族嘅合战，守护住我族嘅尊严咁就够啦。叫晒啦！我哋暖暖猪咩事？旁观咩事啊？进化！哎呀，有进化喎、啊！真系，我上次先讲完呢个 game 有冇进化？有进化！咁鲤鱼王系可以大派用场噶、啊，恭喜你，终于成为咗七个国家嘅首领啦！探城都系老样子啊，一群咧令人惊喜嘅家伙。你哋仲未知道嘛？依家乱世咧正发生紧咧不寻常嘅变化。与此同时，呢度系咩信长嘅地方？呢度咧我就冇印象有打到噶啦。乱世嘅北方进军嘅信长咧，已经获得八座城池，剩低咧只有信源嘅守卫大地之国，同埋谦信嘅守卫幻梦之国。呢个咩啊？两个都系咧乱世中咧声名显赫嘅首领武将，系连信长都会畏惧三分嘅存在。咁讲大家都明啦，我就直讲啦，你肯定唔会希望咧佢跟咗其他人噶啦，可以前往大地同埋幻梦挑战，哇，1300啊佢啲战力，哇，艾奥雷朵啊，哇，佢有艾奥雷朵同埋拉鲁拉斯喎、啊，诶、欸，其实呢个我哋易打嘅，因为咁多水，我哋好多水系啊，有机会啊，真系呢一个，我哋可以打下，咁呢啲我哋全部派走。我而家直接攻城啦，攻城先系我哋主要目标依家。嚟大地，
终于是这个时候了，信源军队呢除了地面是有各种属性的精灵作为伙伴，确实是十足的强敌。OK， 就凭你想赢我。哎、hey. ，大地之国，喂、哎、呀，首领咧早有耳闻啊，咁啊今日有啲咩贵过啊，想决一胜负啊，想挑战我啊，真系有趣啊，有趣。咦，其实我应该带一只地嗰只草系过嚟、啊，带错咗添，有冇带到啊？抱歉啊，抱歉啊，惹你生气，好啦，直讲啦，你依家咧完全唔系我嘅对手，就凭呢一点，唉、哎，冇自言自语啫，都系再锻炼一下再嚟啦。啊！佢真系唔俾我哋入去啊？点算好啊？如果喺呢段期间信长、受到大地嚟嘅无序攻击，佢打我去边度啊？恒川第一次视线交汇，就觉得同恒川咧似曾相识。今次系奉咧信元公之命而来喎，同殿下喺大地见面都算系一种缘分啊！一定要同我比试，向战场出发。啊！咁即系依家我打边度啊？都是在大地上打，是吧？但他派了真田恒川过来打，是吧？咦，这个武将区来的，那就好了，我没带到草系30回合。 OK， 那对手现在基本上卡在这个位置，如果我战斗力快一点的话，其实可以一夜踩到过去那边，但我们没办法，都可以开下试下嘅，因为我觉得三弯落去应该都差唔多。唔系，佢唔可以用三弯。企喺呢度一直接，我哋一定要企上中间，等佢踩上去嗰下咧，我哋就踢佢走。当踢完佢走之后咧，我哋就封路，一定赢啊！好，嗱，对手咧全部都冇打人嘅，咁呢一度咧就系我发挥嘅时候啦，佢用咩技啊？都系高温啊！我哋先撞死只，撞咗啲小火龙先，推佢落去，跟住呢度咧撞佢落去。诶、欸，好，咁啊冇咩特别啦，呢度就咁打啫。啊，对手完全唔打人啊，唔知点解，好神奇喎！好嚟，对手就系呢个恶系加个恶系加格斗，咁呢度一样啦，都系可以直接撞走佢啦。波卡曼企呢度，跟住你企呢个位，揿咗落去，掉咗真系撞啊！跟住咧呢度咧，我又可以睇先。要撞佢先啦呢度，跟住应该可以先啊！我系咪可以企呢度之后撞？但好似会诶冇、欸、撞后度咁得啦，好得呢、這个场我觉得反而几好打，啲电脑嗰个智能比较低啊，我发现。哇！打人你竟然大胆，嗱、啊，我哋攞个最硬净嘅企喺门口就得噶啦，基本上。啊，呢度咧我哋就可以睇先啊，呢度直接靠衣背。我谂下应该点样做先？呢度直接靠衣背撞佢落去，跟住之后你企呢度，好，跟住波加曼企喺呢度，跟住然之后咧就揾条友企呢度 ，OK， 企呢度，跟住呢个拎埋佢。嗱、啊，搞掂，咁基本上咧拎晒，然之后咧佢后面冇人过嚟嘅，所以我哋波加曼出嚟呢度，好得，好啦，佢小房开始进攻啊，大概扣20啫，非常之细力啊，好，哇，仲可以唱歌添喎，屈机咯，咁如果佢唱歌嘅话，我哋就可以揾条友摄入去啦，啊，譬如我哋揾呢只炒炒猪摄入去，跟住再待命。咁对面呢一个小火龙咧系打火花嘅，咁即系话一阵间会打中呢个波波球啦。我哋企过一格之后咧，我哋就用呢一个波加曼企呢个位，跟住就可以等待命，等完啦，待命。诶、欸，佢掘地喎，掘地咩意思啊？
我去掘地打我前面嗰一格啦，咁我死啊！去掘地打前面嗰一格，咁我唯有走一走啦噃。咁我哋走一走啦，唯有。同埋我想知佢呢个掘地点样计啊？譬如我依家塞住呢个门口，好试一试，睇下佢点计。好点啊？瞓紧觉一样，跟住咧，哇！哇！佢呢个咁远嘅打呢、這个掘洞，佢呢个掘洞唔系打波波球嗰格咩？啲恶死啊！不过唔紧要，系咯，佢唔系打前面嗰格嘅咩？前面嗰个镂空啊嘛，系咪因为我头先本来企前面，然之后走嗰位咧，佢个判定都系打前面，即系打我只猪，唔紧要啊！要咁睇，其实我哋都系赢紧嘅，我照守住呢个位。嗱、啊，都系掘洞啦，咁一阵间应该会撞波波球嘅。撞波波球嘅话，我哋呢度其实可以打走，退一退啊，跟住换呢一个衣背上去，一路待命啦，跟住可以。咦，我有冇加防？我记得我有加防嘅技喎。全体回血，你咧？有咩技啊你？我得不得用？都系一啲状态技。有冇啲加防啊？冇啊。咁啊算啦，完咗啦你话。啊！你见到啊，对手都系照吉嗰只波波球啦。咁、小方用火花，咁啊打个波加万到凹痕啊，简直系。咁基本上完咗啦，我哋最后用埋波波球嘅地狱之光咪完啦。OK， 咁啊直接完场。OK， 守住啦，咁啊胜利咗啦。OK， 非常之简单，完全唔系我嘅对手啊，简直系向大地退却。做得好啊，不愧我啊，可以同阿精灵心意相通作战咧，浑然一体啊，恒川十分佩服啊，我都要向你学习一下，就咁告辞。我嘅波加曼，咦，佢嘅波加曼又嚟了咯。OK， 波王子系咪？波王子啊。OK， 确实咧，吃咗一惊啊，咁强嘅武将咧嘅攻击你都可以承受得住，真系不愧我啊。做咩我都要进化啊，个人。诶、欸，真系个人进化，搞咩啊？个人都进化，发生咗武将进化，武将点样进化？积聚咗力量，你个样究竟发生咩事啊？唔通呢个就系所谓嘅武将进化？曾经听过咧，武将都同精灵一样可以进化，但系呢个乱世嘅地区咧，似乎都冇见过。进化之后咧，能力都会大幅提升。依家嘅我咧，就算系信源同埋呢一个谦逊都可以做对手，系可以。飞嗰啲，喂，究竟佢哋揾到啲人未啊？哎，有啦，我终于揾到啦，呢个武士英啊，勇士英啊。啊，我哋今集就玩住咁多先，下集咧，我哋试下将呢一个嘅鲤鱼王咧升少少 level 啊，睇下佢会唔会进化。跟住再打埋呢一个信元军啊！之前咧俾呢一个真连恒川搞一搞，下次一定要拿下佢嗰个嘅大地城镇啊 ！OK， 下次再见各位，拜拜。